样品屋是台湾建筑的一个特色，台湾建筑师王玉玲设计的两座接待中心获得了2012年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特别荣誉奖，也为台湾的建筑设计增添了一项殊荣。在这两个案子里面，它的设计够纯粹够利落，那么跟环境的这个整合度够密切，所以让人家感受到身临其境，让人家在空间里面没有压力，那么跟环境能够完全能够 match 在一起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得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。都市人都有亲近大自然的梦想，因此王玉玲以水泥营造置身山中的错觉，打造了千岩，空间创意叫人惊艳。纯粹宁静则以处于云雾飘渺的山中为构想，蓝图为基地海拔高度达600多公尺，与云层同高，景象千变万化，将建筑融入自然的手法真是叫人大开眼界。我们在面对每一个设计案都会很用心的把环境跟需求融入设计当中，所有的设计都是必须要符合需求性，那么再来才去谈那个整个设计的这个面向跟这个价值。那么设计的价值就是要去凸显使用者的需求，那凸显环境跟它的融合度。设计灵感的主要来源就是改变。王玉玲认为改变会创造出新的面向，也是做设计最有乐趣的地方。永远没有圆满的东西，永远没有最好的东西。王玉玲要不断地挑战技术与创意，打造出兼具美学魅力与成熟温度的都市风景。